大家好，我是高手，这里是江西省赣州市上犹县银泉镇的上罗洞村啊。前两天我们在这里蹭了陈老爷子的一杯茶，陈老爷子这两天啊一不小心也阳了，但是他家的骑车就没办法卖了，所幸啊前两天认识了陈老爷子，这两天帮他家把所有的橙子都卖出去了啊。这刚打好的包，我们分开来，过来看一下，那就是家的橙子。这个是我们刚打好的是大果，然后现在比较能打的是中果啊。其实很漂亮哈、啊，尝一个。他家的脐橙是就种在对面山上，山上的高山脐橙，这里的海拔平均都在1340啊。高山脐橙，昼夜温差大，口感就好，甜度也好，皮也不是很薄。这里的脐橙香味十分的浓郁，味道很充足。这位是陈老爷子的媳妇，我们也非常希望啊能够多帮助一些父老乡亲啊果农啊，帮他们出售一些农副产品，因为我家也是出身农村啊，有的时候家里种一点好的东西呢，种出来了却没有市场，没有销路啊，所以呢就会打击农民的积极性，反正种了也卖不出去，干脆不种了。又脆又甜，橙香味很足。咱们啊，卖的价格也不贵，主要目的是帮果农把这些脐橙卖出去，赚钱不赚钱都是次要的啊。品质这一块哈，我们也会把把关啊，但是手心手背都是肉啊，挑太严了啊，人家果农好不容易种出来的东西帮他打出去，确实也是于心不忍，但是我们也会尽量的去把关啊。只要不影响吃，我们都会捎上一点，也希望家人们多多包涵。然后另外一方面呢，就是最近啊因为很多中转站啊快递小哥啊都阳了，没有什么人上班，快递会比较慢一些啊，时效没有办法保证，但其实好在呢脐橙这个东西呢相对而言它比较耐运输耐储存啊，不那么容易坏啊。本来一开始是答应家人们发顺丰，我们都谈好了，但是这两天顺丰快递那些工作人员啊大面积阳了，没有人上班了，他也没办法下乡揽件了，然后我们又在这个三沟沟里面送快递，要我们送到赣州去那肯定不现实的，不得已哈，我们临时又换了快递公司，换上了极兔和中通，但是有的时候您那个地址一个快递公司没有办法给你打出单来，我们会尝试换一家快递公司给您打单啊，如果说还是打不出来，我们会多换一两家试着打一打，如果说还是打不出来，我们过两天再打一打哈、啊、如果说过两天还打不出来，那就非常抱歉了哈、啊、也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啊，下次吧啊，那就可以联系您啊，联系您让您退了啊。收到这个橙子的啊，也非常感谢您对我们江西父老乡亲果农的支持，也感谢您对我们海派对我高手还有大龙兄弟啊支持啊，非常感谢。好，陈老爷子，这是我们陈老爷子，这是陈老爷子家的脐橙。陈老爷子好点没有？很难受啊，
希望大家也多多保重身体，多吃其神。听说可以增强抵抗力，增强免疫力，那就多吃一点吧。反正我感觉我还好。嗯，鸡胗真不错。你家有多少大母？来吧，你改变成全部的羽毛两束，我点了。帮我们陈老爷子家里处理的脐橙哈，这些是挑出来的一些赤果哈，不合格的啊。虽然说手心手背都是肉，但是我们要对粉丝家人们负责任啊。大家花了钱的啊，就不希望大家说那些不好听的啊，是吧？啊，然后这里面呢，明天我们会再来挑一些哈、啊。我们今天还没打包完啊，这里面还能挑出一些中果啊，这些都是挑出来的瑕疵果啊。他们自己会处理啊，这些挑出来的好的明天继续装箱子啊。陈叔走了啊，嗯，明天再过来啊，拜拜。然后今天打了一些这些啊，今天已经拉了一车了啊，拉了一车，然后还剩这么多啊，明天再来拉啊。这活动完成这种快点啦，你快送你走了陈叔，拜拜拜拜，走了，我们去。